天涯的我。
可以吗 ？OK。那你的相机是已经在他的面前。对对对对。Camera 你也会打吗？啊，会了。给我叫他了，叫他了。好，既然说很多都不是佛教徒，那些仪式我们就免掉了哈。不用仪式的。就不用仪式了啊，反正这种无所谓。所以今天这个是怎么讲呢？我们佛教讲机缘嘛。首先我们要感谢一下借给我们这个地方的，他是叫王慧英吧？啊，王慧英，怀英，王慧。吴，我姓吴。吴慧清，吴慧清。他是以前我们的算是老同学，他是国大的，我们以前是义安国教会的，然后他是国大的，然后这个地方是他发心，就是说供养给这些要举行一些佛教的这种活动啊什么之类，就是说提供给大家举行这个活动的场所吧。所以刚好他也回到新加坡，然后就那天在 Facebook 上我们就聊了起来，结果就是仓促成军，也没有预想到多少人，也就算一个人也是到讲不误的啊。所以今天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到这边的话，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我的这个老同学，他小我一季吧，对，小一，小我一年。然后他是以前我们给他的一个外号叫做 Rainbow 南波。为什么呢？因为他整天就是背这个背包，就像那个现在还有啊，然后现在人人都带着背包，所以那个很少了啊。刚才路上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谁的，然后戴着一个帽子，也是以前也是一样戴的啊。所以这注定了他似乎就只能成为一个行脚证啊，就是说只能到处云游，没有一个地方固定之所。所以这次他刚好是云游回国，又刚好就是给我抓到，又刚好就是大家有空，所以这个因缘是非常的巧合啊。然后他比较擅长的就是现在人家都说看那个 CV 嘛，就是 curriculum， 就是那个履历表。我当时大略的扫了他的履历一下，他应该是论文写的是大智度论之类的。对对对，他在台湾。现在这些就是说和尚也要读大学的，也要拿文凭的啊，要有这个文凭才有含金量啊，没有文凭大概也不受承认那边的。所以他当时写的论文是大智度论啊。这大智度论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大概简单的说一下，我先铺垫一下，然后等一下大家听他讲的就会比较容易切入一点。就是说佛教在印度过去就分成就是空有二宗啊，你们就当成知道有空有二宗这个。然后空中呢就是所谓的般若 Prasna， 就是波罗法门啊，这个是龙树菩萨也有译成龙门的，就是龙树菩萨或者论师的这个开展的这个系统。然后龙树论师他或者龙树菩萨他写了一部论叫做大智度论，这个大智度论呢就是解释这个大般若经的。然后这个没错吧，对，解释这个大般若经的，因为 大就大嘛，因为大般若经是八百卷，就是般若嘛。好，就是说如果按他们梵文来讲是十万颂还是多少，十万颂就是嘎大，然后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个玄奘法师把它翻译成这个大般若经，翻译起来就是一共是八百卷。八百卷，因为以前唐朝的人是那种用宣纸嘛，宣纸就是一卷啊，就是说写到完那个宣纸写到完就卷起来就叫一卷啊。那是宋朝以后才有这种这活字印刷才会把它装订成为书的，在宋以前都是那种卷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看那个敦煌石窟里面所出土的都是卷，什么长卷什么卷之类，就是那样的一卷，就那样的卷一共八百卷。然后大般若经是八百卷，然后龙树菩萨就是这个根据这个做了一部论来解释这个般若经，这个就叫大智度论。
当然这个解释不漏经的有很多了，现光庄严论也是这个解释不漏经的，不过那个我们不在今天的范围里头讲。所以般若里面就是所谓的谈空嘛，就是最著名的就是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心经呢就是他说出来，心经就是这大般若经里面的这个精精髓，就是说你如果没空去看整部大般若经的话，你看这个心经，你大概也能掌握这个大般若经的这个精华，我们叫做 juice， 就是现在的话叫做 juice 啦，就是说它的精髓啦。所以就是说提要啊、大纲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一点，就是大般若经也好，大智度论也好，这些都是古圣先贤的东西。除了佛门的这专门的这些搞研究的啊，他们会去看之外，坦白说，就是老百姓像我们这些一般人来说，你看了大概除非就是，说你看也看不懂啊，看了也没那个必要啦。当然，如果说有修想要修行的，另当别论啊。但是这个佛教它是不断的变化的，就是学佛，就是去学这个佛教的经典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就是把它当成那些，尤其是我们这种白衣，我们这种就是普通人寻常人等啊，我们学佛教除了是用来修心，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指导我们的生活，就是怎么应用在这个生活上。然后我们的法师呢，今天他就是想从一个就是管理学的观点，就是现在我们什么都讲管理嘛，比较传统一点就是 daily X daily Y， 后来有什么 daily Z 之类的，这是比较传统的。然后后来当然各种各样分门别类很多了，就是怎样去管理，一方面你可以说管理一个企业，你也可以说管理一个国家，也可以说管理一个家庭，处理你的人际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所以这个主任法师呢，今天他就要从这个本来他的题目是金刚领导，金刚领导，然后心境众生境国度境啊，那个题目我怕大家看不懂啊，因为那个要有一定的这个佛教的水平你才看得，不然那个境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按那个干净的净，那个所以《维摩诘经》里面的心净则国土净，所以我就把它改成这个从金刚清干现代领导意识，反正说的都是一样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先做了这个介绍了，现在就由这个他来讲，然后我们是很自由的，你有问题随时提问，然后说不定他也随时会抛问题给你们，所以这个。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所以这个绝对是非常自由的啊，反正就是这么少的嘛。对啊，反正越少人越好，讨论的东西啊。好，就你开始吧。那个，哎对，原本啊，他是准备了一个，但是我们今天千算万算就少算了一样东西，就是没有那个 project， 所以大家看不到啊。但是你们如果要录影录音什么都心听顺便，要做笔录也行。那个我可以 email 给你们，你们这个 PowerPoint 给你们，没问题。那你们我给你那个名片，里面有 email， 那你 email 给我 ，email 给你们，好不好？就不用再写，就注意听啊，注意想就好。佛教很重视就是思维嘛，你要去思考，你要问问题。佛经里面的东西都是问跟答嘛，你看佛经都是问跟答，就是其实那个讲课本来就很佛的，就是上面跟下面的在互动当中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人生的问题，然后就最后人开悟。我们知道新加坡人常讲追求什么五个 C 嘛，我们的 car， 我们的 condo， 我们的credit card， 我们的 cash， 我们的 country club 啊，对，五个 C 嘛，我们通常在追求五个 C。那么最近那个有 upgrade 嘛，现在有什么要跑车啊，要什么要不是啊，对对对，东西嘛，我们的林俊杰有跑车了嘛，
所以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在追求这个东西，新加坡人在追求的东西，说我们最近这几十年的东西发一些事件发生了嘛，这些都影响到我们追求这些东西嘛，对，比如我们的1997年的那个金融海啸，那个亚洲金融风暴，对，虽然新加坡当时没有太大打击啊，比起马来西亚、印尼啊、泰国啊、韩国这些打击算最小，不过还是有打击。我们的 dotcom bubble， 我们一个那个 dotcom 那个互联网公司泡沫化爆炸，2000年左右，然后我们的 SARS， 记得吗 ？SARS 整个新加坡像死城一样，大家不敢出去嘛。然后我们所谓的经济会受到所谓其他国家的竞争崛起的竞争，比如 BRIC 嘛 ，BRICS， 金砖四国，Russia、India、China、Brazil， 对，我们的巴西、我们的俄罗斯、我们的印度、我们中国这些国家崛起会跟我们竞争，对，我们的工作会不见掉，我们的这些都是，所以其他国家的好跟坏会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提出这些事件是要让大家想到我们的快乐，我们的追求的梦，我们追求的好，我们的快乐是会跟别的国家息息相关的，别的人有关系的。我们的快乐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快乐，别人快乐与否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比如 SARS 嘛， SARS 本来应该是在中国的广东省的问题嘛，因为我们的新加坡人去到香港去那边去见一个神医嘛，那把那病毒带回来新加坡，所以你看整个 SARS 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几个国家？哪几个地方知道吗？记得吗？中国当然啦，中国其实已经发生了几个月了嘛，那只是说消息封锁嘛，中国嘛，尤其中国南部，广东省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有一个很远的地方，记得吗？温哥华，加拿大的温哥华。为什么？因为他那边很多移民，中国移民、台湾移民、香港移民，他们会飞到香港，飞到亚洲去探亲啊、工作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接触人，你就可能带着病菌带回去。所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跟别人是有关系，别人健康，别人的好与坏，都跟我们的生命、我们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别人的快乐与否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并不能把人家的快乐与否跟我们切割掉。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是有互动关系的。比如那个2008年的金融海啸。对，大金融海啸，那个美国发生的，整个世界都受影响，对，然后我们最近的欧债危机嘛，欧债危机还没有解决嘛，可能要报到明年，最少报到明年，明年后年还在继续延烧，因为最近已经报了哪一些国家？希腊已经出现了嘛，意大利已经出现了嘛，爱尔兰，那意大利，接着西班牙，葡萄牙。PIGS 嘛 ，P I I G S 嘛，这几个国家已经报了希腊、意大利，这个已经换了总理，所以这别人的问题也影响到我们。比如那个泰国大水灾也是影响到我们的硬碟，我们的电脑工业，我们要用或者我们要买新的硬碟，硬盘啊，台湾叫硬碟，新加坡叫硬盘，我们的 hard disk， 我们的汽车，我们的米。我们的粮食，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菜，我们的猪，新加坡猪有农场在泰国嘛，这些会受影响。别人他们大水灾也影响到我们的物价啊，我们的这些，我们要去旅行啊，也受一点影响。所以别人的好坏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概念在佛教叫什么？有个名词，常叫缘起，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叫缘起？缘起就是
英文的翻译叫 Independent Arising 或者 Independent Arising， 就是互动的互动的那词，几个因素互动的，然后产生东西出现。这世间的真相就是这个佛在菩提树下，就是悟到这个道，悟到这个缘起里面没有我，这缘起这个很多因素造成生出来，产生生命，然后生命的延续也是缘起，生命的毁灭也是缘起，这样的变化，那你无法，你执着有个我在里面，你就会一直在轮回。当你悟到这个缘起里面有我的话，空的话，你就不会再造恶业，不会再造业，不会再迷我，就会脱离它，就会跳脱它，啊，所以这个缘起，缘起，《杂含经》有这样讲，云何增法，就是什么东西在增长，有什么叫增长的东西？此有故必有，此起故必起，啊，就是这里生，那边也跟着生，此有故必有。此生此起故彼起，就是我们看到沙在中国出现了，它就影响到新加坡，影响到温哥华，影响到香港，影响到世界各地。因为我们把它挡下来了，我们新加坡把它挡下来，台湾把它挡下来，那个温哥华把它挡下来，香港把它挡下来，中国把它挡下来，所以这个没有再传到全世界。对。假如再没有挡下来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全世界就因为什么呢？跟在欧洲有一个时代叫黑暗时代嘛，黑死病嘛。为什么？那时候就是他们没有把它挡下来，所以欧洲死了四分之一人口嘛。哦，当时随着中世纪的时候嘛，所以就是这个我们要把它挡下来。哦，那所以。云何灭法？此无物故彼无。所以我们设 SARS 把 SARS 在新加坡停下来了，那这个 SARS 就影响到别的地方也是可以停下来的。啊，此灭故彼灭。所以我们是有互联的关系，互动的关系。哦，就是这样，这是缘起。另外解释就是十二因缘。我们不用谈那个比较学术的名词，我们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比较好。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跟我们现实有一个连接嘛，好不好？哦，就是这样的这个 idea。哦，所以我们这里把这个病毒控制下来，那别的地方也不能，病毒也被控制下来。哦，那有几个概念在这个缘起可以帮忙我们了解这个缘起里面，就是牛顿的因果关系，那个力学里面。你这里撞到那边，那会传回来，作用力反作用力。还有一个概念叫骨牌效应，一个东西出现然后影响其他东西，就骨牌效应、连锁效应。啊，这些在缘起里面就会出现，你造个因会产生一个结果，你这样的东西会产生一个连锁性的东西出现。所以有些人他得到的果报，比如他可能病啊，可能又穷啊，这些是连锁性的一个报应，一个结果。或者有些有钱啊，又健康又什么很多又出名，这是连锁性的反应。你造那个因会有连锁性的反应，骨牌效应。那你相对论，它没有绝对的，所以叫空嘛，所以我们《金刚经》里面没有定相，《金刚经》里面有讲到没有定相，就这个东西，你是缘起东西，缘起东西没有绝对的，没有个相对论嘛，就是相对，没有个绝对的，所以没有个定相，你什么因缘组成，它就会产生这样的形状出来，你别的因素加的别的东西出现，它就会产生别的东西，比如水，你是。WH2O 嘛，你加多一个H 进去，它又变成不东西；你加个多个 O 进去，它又变成不东西出来。所以它是缘起的东西，所以它是相对的。另外一个理论是蝴蝶效应，你小小的东西可以变很大的作用出来，它会滚雪球这样发生出来。
比如我们一个好的念头，我们的好的念头，我们一直在增长它，它就会产生很大力量，我们去帮助人家。比如那些诺贝尔奖那些和平奖那些人，他们就是有些好的念头，他去产生行动去帮助很多人，所以他后来人家承认他，公认他，就拿到诺贝尔奖。比如那个小银行家嘛，那个贱民或者平民的银行家，对孟加拉那个人，他为什么得到奖？他就是帮忙这些贫穷人，给他们贷款，给他们有机会改造他人个人的人生。所以你一个好念头可以产生很大的作用，或者你一个小小的坏念头一直增长的话，比如那些所谓那个杀人狂啊，拿枪到处扫射那些，他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想那个不好的东西，然后一直增长，他就产生那个蝴蝶效应，那个所谓的滚雪球作用，他就一直增长。所以当我们起了不好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把它停下，我们要升起好念头取代它，那就会滚雪球了。我们这个缘起的话，就是，比如那个，你们看不到，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我们以前不是就是很多个区块的东西组成的，很多个区块有不同功能。你假如有研究那个 cognitive science， 那就是那个大脑研究大脑的话，他们就发现我们大脑是很多区块的，所以它是个缘起的，你不东西组合起来，它会产生一个东西，是不是？你只要看那个，我们这边有图。那比如我们的气象也是，我们的气流嘛，所谓的我们新加坡表面的那个气流，比如台湾的话，它有什么气旋，热带气旋啊，对，高气压、低气压，那个台风大多数就产生在菲律宾这一带啊，然后慢慢从一个小低气压热带性的低气压慢慢的转变，它在那边吸那个水啊。那个温度的差别啊，那气压的差别产生个我们的台风啊，亚洲叫地带叫台风，那个美国叫 hurricane， 其实他们差不多，照原理来讲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可是级别有点不一样的，美国那个比较厉害。那我们那个。社会的组织也一样嘛，是一个网状的形态的嘛。我们一般人很喜欢用金字塔的形态。你假如看蚂蚁的火蚁的组织是为什么美国人要灭火蚁是很困难的火蚁本来不是美国的，火蚁 Fire Ant，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新加坡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新加坡没有搞农业嘛，有没有火蚁对新加坡不重要。你只要去台湾、香港也有火蚁，他们也报纸有登。啊，我不知道，大会咬死人的。它一只咬不死你，可是咬到你很痛。可是它五六只一直跟你咬你的话，你会死掉，会咬死人的蚂蚁。火蚁 ，Fire Ant， 它是本来是从亚马逊，因为美国人去那边跟他们有贸易关系，有把东西运过去，运到美国，所以它从一个州慢慢传。你只要我们这边 project， 它是从一个州慢慢扩，它不是它是为什么那样扩？是因为有贸易关系，有车子把它运过去，所以它才扩的。所以你看那地图，它不是整块美国这样变。这种美国店里很多了，不一定是蚂蚁了，也可能是蝙蝠了，也可能是什么，或者是那种什么。所以这个可以看到那个缘起的那个概念，因为它不是我们一般认为是一整片的东岸整个不见了才到西岸，它不是，它是你看它有些地方它是空白的，它火蚁没有去到的。为什么其实这地方有西岸这些州有种别的州没种？因为关系在哪里？是因为有贸易关系，有来往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就是缘起嘛，有这个因跟缘连在一起，他们就会联系起来。像你这个就是说谈到这个缘起，又怎么的可以去切入到就是说这种
管理方面的？我们下面就会谈到，我们先了解一些概念哦。那我们这些缘起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生态，生态本身就是缘起的角度啊。因为你把其中一个物种把它拉起来，对吧？就会产生其他的啊，这个生态不平衡，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那个啊，1950多年说中国有除虱害嘛，记得吗？中国除虱害就是造成杀麻雀嘛，那杀到后来变成大饥荒嘛，因为麻雀吃到光，杀到光的话，没有那个麻雀吃那个虫害虫嘛，哦，所以因为那个关系，所以那个因为人的一个错误的想法，认为他只看到一点呢，这个鸟在吃我的农作物，我不喜欢，我要减少我的农作物的损失，所以把全部鸟杀掉光杀光了。杀光我的农作物就会增长嘛，它是错误的看思考模式，错误的观察，所以他把当时毛泽东下令把全部的那个麻雀杀光，所以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有史以来中国全部历史里面没有出现这样大的饥荒，只有那个时候。出现死的最多的有书哦，你去买有英文版跟中文版，有在卖，不过新加坡这里有没有卖我不知道，香港有的卖，我在什么？另外一个观念是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本身你要运作好的话，就是缘起的角度，那你将运用这个 globalization 也是缘起的角度。我们下面会继续谈，因为这个globalization后面会再谈。那么我们生态，那刚才讲那个动物的生态，另外一个从大环境的生态，那我们所谓的单曲那个泥石流会什么出现呢？为什么知道吗？去年才发生的。在四川省嘛，知道吗？它是综合很多原因，它不是一个原因哦。缘起就是说很多因素造成，才叫众因缘和那才产生的。那从单曲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得到缘起的出现。因为在最最最最早的时代，是大跃进的时候，1950年代到1990年代，那个地方大量的砍树。第一点，大量砍树，人类只看到，目前的利益，短暂利益，他只是考虑到短暂跟目前利益，他没有考虑到整体性，所以他考虑说他砍到砍了一点点。那之后啊，五一二地震，那个汶川大地震嘛，五一二，那造成那个土地松了嘛，可是那时候他还在那他是在附近嘛，那个。这个单曲是在那个汶川地震带，也是在四川省里面嘛，还是青海，所以他们是附近的，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松了嘛。可是那边有工程，大工程，有水利工程，有什么工程一大堆，而且这些工程他把那个水稻这些东西阻塞了，他没有把它清理。我们只考虑到目前利益，没有考虑到未来利益。我们做东西很多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所以我们做我们的，我们贪小便宜，我们不管他阻塞那个水稻不要管，所以。这些水稻阻塞了，下大雨的时候，里面水没有的流的话，就会这样。不介入局，就会水灾喽，就会泥石流出现喽。对，这个不用讲太远，不介入水灾、也是新加坡史无前例的。两次了，不是一次，两年了，两年三四次了。那个他因为他以前那个很多绿地已经被盖物质了，他没考虑。虽然他们说的理由不是这个原因了，我谁不知道是那个原因？因为那个最容易那个是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一大片的土地草地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现在很几星期那个什么？反正有个好调子的。对对对，那个在博德的对面那个一等整片大草地的，本来是大草地的。伊安中心呢？博德对面不是有一家吗？现在有建个什么很漂亮的屋子吗？Ion 的嘛，那本来大草地的嘛，那可以吸多少水的嘛，那整个被砍掉，
被建成水泥不能吸水的吗？那个可以吸很多水的，他把它整个拆，盖屋子。反正盐城那边是坟墓是吧？坟地是吧？可能是吧。那边都是的嘛，啊，本来很多的嘛，它被砍掉了嘛，所以这个泥石流出现哦，所以这个泥石流出现是因为水没有办法爬呀，它只那个我们，所以那个佛教讲那个地会变成水嘛，你地大，你多水的时候，那个变成那个地大也变成水嘛，物质你很硬的东西，你很多水的时候变成水，哦，所以那个所以没有固定的。没有固定的像，没有固定的东西，因为缘起东西，所以泥石流的出现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到缘起在生活中看得到。佛教讲的东西，佛陀在菩提树下不是创了一个理论出来，创那个学说出来，创一个套宗教思想出来，不是，佛陀是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啊，这个缘起是从生活中看得到，所以这个单取这个泥石流就看到缘起了。那你要怎样避免这个所谓的水灾啊，这个泥石流，就是也是从缘起角度去避免，种树啊，你不要那个有山坡地方，你就不要建屋子啊，这个缘起的角度嘛，哦，这个就不要讲这个太过学术，太过佛教，跳过就是跳过。那一般讲的佛教讲的。缘起，大多数讲十因缘，无名缘行，行缘是名色，这是讲缘起嘛？大多数讲缘起都是讲这个嘛？我们听过，我们有参加一些佛学讲座讲这个角度。那只是那叫念缘起，就是我们众生就是有情啊，这个有生命、有思想的生命体啊，他因为这个无名啊，这个烦恼啊，会造业，所以就轮回生死，这个十因缘，这个是。造成我们轮回生死，那么有另外一部分叫外缘起，外缘起就是其他众生啊，这个三恶大地，这个外缘起，懂吗？所以你缘起都要，你要了解自己的内缘起，要了解外面外缘起，啊，尤其是行菩萨道，你更加要成佛的，你应该了解内缘起，要了解外缘起，你了解外，你解决内缘起，你才会。因你的烦恼而造恶业，伤害别人。用哲学术语就是内因和外。内因啊，那你外缘起，你了解的话，就可以帮外面的情况发生什么情，人家的情绪啊，人家的想法，人家的做法，这个世间发生什么事，你才能啊，能在这个时事居下，你能帮助别人。否则你不了解，你对外面不了解，你也帮不了别人啊，你只是最多是好人啊。那所谓的《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啊，百战不什么？不带，对，为什么？知己知彼嘛，你自己了解自己的好跟坏想法，你的想法里面有什么漏洞？那你要知道外面的敌人的阵地、山形、地阵，那别人布局，讲布局有没有埋伏，哪里有埋伏？那哪里是他的弱点，哪里是强的？你才能知道嘛，才能打赢他嘛。所以百战才百胜，百战才百胜嘛，才不会败，对。才能出其不意嘛，他没有准备嘛，啊，你用最少的兵去打赢人家嘛，最少损失嘛，你可以得到最大成果嘛，就是你要知己知彼嘛。那道家讲的知人者智，你要知道人家，道德经也讲，啊，自知明，你自己知道自己的明叫明，所以佛教也是这样，你要知道自己缘起内缘起，要知道外面外缘起。所以那个，那你知道外缘起，你在管理学上就讲运用人家，用人，用什么人，放在什么位置，什么时候用他，这个叫外缘起。你要知道他的性格、他的能力、他的好坏，他在这个东西他是不是贪心，他贪心怎样用他，怎样避免他贪心，这些你都要知道。这管理学嘛，所以那个我们参管经有没有听过参管经？另外一名叫反经，这以前帝王都要读的，啊，那里面的汉高祖有讲，运筹帷幄比较厉害的是谁？子房，他不如他。另外一个管理这国家，不如萧啊，
因为这个叫 logistic 啊，现在做我们叫 logistic 后勤嘛 ，logistic 嘛，你想去控制 logistic， 一个是怎样去打仗，去 vision， 怎样去管去打一个国家，去讲 marketing， 怎样去占领那个 share market share 嘛，那个市场，一个是 logistic， 那 Apple 里面那个 Steve Jobs 是管理整个 idea 怎样生产产品，那 logistic 是在管 Tim Cook 嘛，现在成为 CEO 嘛。那天有人讲那个 CEO 没有在想钱，就不在想钱，谁在想钱？是那个 Tim Cook 他在想那个成本的东西， CEO 不用去管那个成本，知道吗？现在的 CEO 那个Apple 的 CEO， 所以你有不同的有不同的工作，你去放他适当位置，然后打扮呢，他不如那个韩信，所以汉高祖为什么会打赢项羽，就是因为他会用人啊。项羽，韩信本来是在项羽的部下，他没有用他，他认为他是一个 threat， 一个竞争，一个威胁，因为项羽他认为他只能打仗嘛，他会兵法，他会布阵什么东西嘛，那像那个韩信可能比他强嘛，他害怕嘛，嫉妒嘛，妒忌他，对，所以不敢用他，所以后来自己被韩信打败嘛，对。所以你就要会用人家，你要心胸要阔，你不要怕人家威胁你，你领导就是能用人家，而不怕被人家取代你。你要能用人家，而不被怕被人，你要懂得想用他强的部分，想利用他的他的弱点，也懂得避免他的弱点来破坏整个大局。所以那个人物志里面讲到，知人者王道，知事者成道。做事情怎样做事情，怎样做这个东西怎样做出来，这个 iPhone 怎样做出来啊，什么 supplier 什么过要做好成本，这个是 Tim Cook 在做的，就是现在的所以 Steve Jobs 没有在搞的， Steve Jobs 是管那个整个 iPhone 怎样设计，这个方向怎样好玩的，他成本的问题是给 Tim Cook。他的下面人做的，他不去管那个，王道就是管人，是人用人家，Tim Cook 可以做这件事，给 Tim Cook 做，谁做不管他，所以管理，所以你管理学就是你懂得用人很重要。那道家也讲到，圣人者无常心，心没有常的，没有固定的，为什么？以百姓为心，百姓在想什么，他去想他什么，为什么？iPhone 会成功，为什么 iPad 会成功？为什么 iPod 会成功？讲技术来讲，他们都不是最好的。iPod 里面 ，iPod 不是最好的技术 ，iRiver 的技术比较好，Samsung 的技术比较好，我们的新加坡的 Creative 比较好，所以 Function 的什么都那个 Function 都比它多比较好。为什么 iPod 会赢？他广告打得好。没有，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知道美国人需要什么。他一个合法的音乐才卖99美仙呢，不过一块美金，合法的，他不是盗版的。你拿到中国可能不行了，山寨太多了，盗版太多。可是在美国合法的，然后那个 song 合法的，他可以合法的话是99美仙。他提供了人家需要，当然人家设计那个。MP3 player 的时候，只是想到 hardware， 他想到 software， 想到 content is the king，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内容，你的那个内容才是王道。你要卖一个东西，在 IT 的里面，就是 content 很重要。你的 content 要消费者需求的，需要的，消费者需要音乐，消费者因为你有。MP3 没有用的嘛，没有音乐 ，MP3 是废物一个，或者 MP4、MP3， 没有 video， 没有 music， 那个 iPhone 是 iPod 是废物一个 ，MP3 就是要 player 就是要有音乐才好用啊，而且很容易用，它那个 wheel， 它那个设计那个轮，那个设计是别人没有想到的，它用最简单的设计，最容易控制的，它用了 wheel， 记得吗？还记得吗 ？iPhone。iPod 的设计，它是一个 wheel 来的嘛，
最容易控制的嘛。啊，比如你要可是它的function是最简单的，它也function最少的，可是为什么成功？它是因为 content， 而当时的 MP3 player 的 manufacturer 那些生产人那些公司只想到 hardware， 他想到 software， 想到 content 内容，你需要什么 MP3 player？ 那或什么？或是 iPhone 赢 ，smartphone 本来是属于那个所谓的 Nokia 啊、Windows 下面的所谓的 O2， 有没有听过 O2？ 有没有听过 BlackBerry？ 有听过吗？有听过什么那个Tech 什么一个美国公司，一个是 Tech T 的 T 字头的，他们都是在生产 smartphone 的嘛？为什么 iPhone 会赢他们？很重要就是 software and content， 这些人只是想到 hardware， 这些人没有想到 software。 你怎样弄让这个 iPhone 变成那个 smartphone 变成很容易用，就是 multi touch 嘛。别人没有想到那个 technology 就在那边的嘛，那 technology 不是很高的 technology， 可是没有人去想到你怎样让一个使用者在很轻松很方便的角度去用它。就是你做一个领导者，一个公司的老板，你要生产一个服务或者一个东西给下面人，怎样去赚到这个钱，就想到他们需要什么。所以领导者的心是无常的，没有固定的想法，你要以你消费者，你的要受领导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你去想。所以Steve Jobs想到这些人，想到 music， 他有 MP3 嘛，他跟那些 Sony EMI 这些人谈了，这些人为什么 Sony 本来就是他只有 Sony Walkman 嘛，为什么他没法生产？因为他被那个死脑筋被锁住了，他想到 legal right， 那个 property right 嘛，他的 music 假如这么容易跟人家卖出去的话，他就赚不到钱了，对。他死脑筋哦，他就被锁在里面，所以他的 MP3 不能生产不出来吗？是看到 iPod 出来了，他才要去生产吗？所以他的心已经固定了，长了。你要无常，你的心要无常，你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一个商业模式 business model， 没有固定 business model， 你才能在这个竞争的生产这个服务这个商业活动里面才能赚到钱，就是这样，这道理嘛。或者你统治国家一样。人民的想法一直在变，你或者你的组织团体一样，他的想法一直在变，你怎样去了解他们需求，他们的想法？哎，所以才有分水岭。哦，他会一变的嘛，你不可能叫他不变啊，不可能是嘛？你叫他不变，那是你傻，你这里错了，是我自己错了，你这个人错了，那个心一直在变的嘛。哦，水能载舟，能覆舟嘛，就这个原因嘛。你永远知道这个水载舟跟覆舟这个原因，这个原理的话，我们的所谓，这个儒家有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这个道理。你能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这个东西在变的嘛。你了解，你能适应它，你能适应它，你就能载舟。你不适应它，你就抗拒它，你就覆舟。所以那个 iPhone 就是这个也道理嘛，它里面有可以 music 有 video 嘛。他去谈，他跟那个音乐公司谈判谈成功啊，他跟那个 video company 谈成功，他创新一个东西叫 apps 嘛，以前没有的嘛，我们的 smartphone 里没有 apps 的，从来没有出现的，是 iPhone 出现的 smart app store， 对，有那个 app store 嘛，那个小程式嘛，让你下载，让你去用，有些免费，有些要钱啊，所以其他们没有，他所以他成功。最近有出那个语音控制嘛，也是别人没有想到嘛，我们这个technology本来就在那边的嘛，语音控制我们读包地的时候就有了，这个technology本来就在那边，只是那个有没有那么发达是吗？你要不要投资多少钱加下去的嘛？对，那个 mouse 也是很早就有了嘛，就本来就有这些technology在那边的嘛 ，multi touch 在那边的嘛，我们 ATM 本来就是 multi touch 来的嘛。记得吗？我们 ATM machine multi touch 来的吗？啊，是没有 multi touch， 是 touch screen 嘛，
它没有 multi touch 啊，它 technology 在那边的，我们没有用到它，所以你永远赚不到那钱啊。他想到他用到他就赚到那钱。哦，那我们孔雀王朝就是那个阿育王的时代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国师他有出一个治国理论，他说你这个国王就是要为人民的快乐而去设立你的制度，你的政策。哦，就是阿育王的一个大臣写了一个治国的方一个书。那我们那个林肯有讲到那个他一个宣言，他讲使民用民治民享有的政府，那就只能在这个世界，这个政府就能在这个世界上长存。好，那我们讲应用，其实已经应用了嘛，缘起讲或者全球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应用的很厉害了。尤其1980年后更最厉害，一直、啊、我们从 GATT 已经谈判谈到 WTO， 所以这个全球化已经在我们生活中，尤其新加坡一定是全球化的，新加坡全球化早就完蛋了，因为新加坡的政策是什么知道吗？新加坡一个政策7个小时里面的生意，新加坡飞出去里面，飞机能飞到7个小时里面的国家的生意，我们要做，最少要做到这个，不单单中国生意，不单印度生意，啊，也有 Australia， 我们现在说的航空业就是一直要赚 Australia 的钱，啊，去 Australia， 所以我们这个全球化，我们就是，所以我们各地去找机会，找 supply， 那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们波音787，懂吗？787生产的不好不顺利，为什么？因为它是很多国家生产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欧洲很多国家，欧洲好几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国家合在一起生产一个飞机。在以前呢，1980年、90年的时候，波音生产飞机只有它美国在生产，它那个西雅图那边生产，或者美国几个州在生产，它没有全球化这样生产。你只要有可以看的话，它整个飞机翼啊、头啊这些都很多地方一起生产，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波音787一直生产不出来，或者试飞试很多次？因为太多生产的公司，它的零组件太多了，公司太多了，所以 quality control 出问题。哈，你讲 quality control 讲品管管得好。很难，因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想法做法，那你要图跟图你要对照的好，所以这个图跟图的对照就是，所以你就要去协调，跟人家谈判合作，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嘛，这个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 就合作协调，怎样去协调合作，所以现在的时代为什么领导学，你只要去看一般的。管理学的书，领导学是一个显学就是最夯的东西啊，台湾叫夯嘛，新加坡是不是叫夯？最热 OK，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全球化的关系，我们人类有所谓新时代的出现，所谓的80年后出现的，或者亚洲叫80后的问题吧，或者美国叫做 X 代出现，X 代、Y 时代、Z 时代，那我们亚洲就有80后、80后、90后，90后刚刚出现了，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不一样了，你不能再用的所谓的 top down， 就是上面压下来的方式去引导他。而且现在的全球化变成你不能是上面压下来，因为反应太慢，你要所谓的所以纵横横向的管理，你要在那边运作的话，所以你要横向的管理，你要做，所以这个全球化的工作你就有横向的管理，因为你这个生产线
可能跟别的公司生产线是要合作的。你只要要下面到上面才能跟对面的上面到下面的话，那沟通跟资讯的讯息的传达太慢了。你只有这个下面这个单位跟下面他们下面单位直接沟通的话，最快的方式嘛，对不对？你这样来来回回，你商机都没有。所以现在的所以 project management 很流行嘛，项目管理。有没有去看那些管理学的书？很多 project management 有 leadership 的书很多。我们这里喜欢看管理学的书吗？啊，你只要去看那些管理学的书，很多这种书很流行，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时代的需求。然后我们时代那时候是 quality control 时代，把我们读书的时候什么 quality control 啊，品质监，那时候很流行很夯。现在是什么 project management 啊？leadership 啊，这种东西出现嘛，还有什么 servant leadership 嘛，仆人式的领导，就是你要去服务你的下面的人，哦，这种因为时代的不一样，所以要有这种新的想法、新的作风，因为你高高在上，他们下面的人不愿意听你的话，因为他们八十后、九十后就是他们是小皇帝，家里宠，爸爸妈妈爱哦。单身子了，单身女了，那他们怎样带他们哦？你要怎样去把他们带过来？我们合作一起做件事，所以比较对等的关系，比较少，比较压的方式，哦。而且你这样的这么多公司合作的话，你是要有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角度，要这种联系的话，所以一定要这样。那我们。有一家公司有没有听过 Lee and Fong？ 我们这里有没有搞成立业？啊 ，Lee and Fong 是很出名的，有一本书是专门讲那个在这个全球化之下怎样去竞争，有本书是以 Lee and Fong 的例子来讲写的，我几年前买过这本书，哦。立丰在香港，他其实不是香港公司，他是在注册在我们那个中南美洲，呵呵，要逃税的关系。什么巴拿马之类的，对逃税天堂啊，很多这种。他总部在香港，那你其实你要生我们的阿迪达斯啊，我们的 Polo 啊这些衣服啊，其实不是阿迪达斯生产的，是找个利艳峰来生产。利艳峰会找到全世界任何个地方。能帮你生产比较便宜，比如说你说中国现在人民币一直在涨，怎么办？你要降低成本，你要说我这个成本要在五块钱的成本，每五块钱美金，这些衣服要五块钱美金，我成本要五块钱，那怎么办？那跑去印度孟加拉或泰国，去生产或者越南生产，因为人民币在涨，那怎么办？他还可以跑去别的地方去生产。他全世界很多个地方，他是专门你要买，你要做衣服，你要做家玩具，你要做什么东西消费，反正消费品的东西你只要去他的总部，他那边有展览室，你去看他，你要想要东西，他可以帮你生产。那最后只要挂你的牌子，你所谓的 Adidas 啊 Nike 啊就可以了，那整个帮你包到完，这就是全球化的方式，生产的模式。你不一定要，你只要你的品牌出现了就好了。它其实可以全世界任何地方可以运作，哦，这是缘起的角度，你怎样去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怎样合作，哦，怎样应用，哦。那这样的全球化的生产东西，最后谁得到最大利益？中国人吗？消费者是吧？日本家，比如 iPhone、iPod 那样，最大得到的最大利益是谁？公司老板。制造者。那些公司老板。Apple 嘛 ，Apple 赚的嘛。对。那你看 Apple 它在我们的 iPad 里面 ，Apple 就占利润30%。iPhone 里面利润是58.5%。Apple 赚到完，
那我们所谓的中国人只赚了在 iPhone 里面只赚 1.8%。因为有韩国帮他生产的那个 screen 嘛，那个 Samsung 帮他生产那个荧幕嘛，那个液晶荧幕，所以Samsung 他们韩国人赚了7.7%。所以说美国人不用生产一个东西也没有生产，一个零件也没生产，可是他赚了50多%。你认为他公平吗？这是不公平的事吗？所以就千万不要买 iPhone。 没有就是不是这样支持、不是这样打就是说他会想出一个 idea 让你们去消费。那真正的其实美国人在赚钱表面上美国人在输，可是真正美国人在赢，懂吗？你不要以为美国已经没落走向灭亡了，不是，那个是假象，懂吗？现在的情况很像1980年代，好吗？记得吗？我们还是当时说日本在崛起啊，德国西德在崛起啊，日本在崛起，西德在崛起嘛。我们哇，他们要取代第一嘛，日本第一嘛，那记得吗？那现在很多人讲在中国在崛起要取代美国嘛，那骗人的，懂吗？那是假象，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记得吗？工厂是人家血汗工厂，叫血汗工厂，它只赚了1.8%，美国人。Apple 赚了58.5%，你是人家工人啊，人家单子可以不放在你中国，可以放到别的国家，你人民脏，他就不放在你那边了，他可以转单的，你只是帮人代工耶，所以不用太拽的话，香港、新加坡的台湾叫拽，不用太骄傲，因为你还没有掌握关键技术。问题是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你有没有掌握市场？市场也不在你手上，关键技术也不在你身上，单子随时可以转掉，那所以不用骄傲，也不用认为会取代人家。你还没有掌握关键技术啊，你没有掌握那个市场，你还没有自创品牌啊，所以你谈何取代人家？所以那个夜郎什么自大吗？夜郎自大嘛，自夸自大嘛，对。那个所以那个都骗人的，自己骗自己，所以你真正你这样看的话，所以全球化的最大的利益者是美国人。所以要反对全球化啊！所以你想去应用这个东西吗？你会的话你就赚钱，比如 Angry Bird 怎样赚钱？它本来是很小的东西嘛，它怎样赚钱？人家就是全球化会想到怎样赚钱出来，机会可以平等的，你怎样去想去 idea， 你可以说美国统治这个整个给他控制，可是 Angry Bird 怎样赚钱？你去想嘛，这个本来就叫骑兵制胜嘛，你本来就是要会活用孙子兵法嘛，你老祖宗给你的智慧你不会用，那就没了。你要懂得缘起，内缘起外缘起，外面的需求什么，想法什么，去这个大趋势什么，这个怎样去转，这个以小博大的，以卵击石，对，你怎样去转这个局势，你只是埋怨别人赚到你全部的钱了，那没有用的嘛，那只是埋怨没有用，那个消极的，那个破坏性的一种情绪，没有用的，你抵制它没有用。因为他不赚你钱，他赚别人钱。你要想办法怎样从别人口袋赚那个钱，才重要嘛。只要讲你做生意的，所以就是因为这种不平等东西，所以的美国出现了一个运动。现在就昨天刚刚被粉丝追了，刚刚还是会再来了，被抓，还会炒所以美国所谓的 Occupy Wall Street 就是占领华尔街，就是。他为什么出现这个运动出现，就是因为人们觉得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老百姓99%人在痛苦，我们2008年之后这个国家进入的大很大的经济衰退，其实是大萧条了，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你搞不好真的大萧条，
那整个国家这样的不好，可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华尔街fat cat 啊，这些肥猫还在继续拿到你的 bonus， 你的红利还在享受你的你的好的那些待遇，你的公司倒你还要领到 bonus， 那根本就是一种很不平等的东西嘛，很不公平的事情嘛。你公司倒了还要拿到奖励奖金，那个本来就不对的嘛，是吧？所以这些才有人民的怨恨才有起来，因为看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呢，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抗议事件。所以这个外面的东西为什么出现，就是因为里面的这个不看到这个事件不平等，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抗议事件。好，那我们佛教里面讲到了，看到这个事件是痛苦，这些痛苦你当然想到只是当然这个痛苦想解决自己不在这个事件上产生痛苦，受到这个事件痛苦的话，决定要不让自己在这事件痛苦的话，那叫声闻乘，那个小乘阿罗汉道。那你想到不单单只是痛苦，自己痛苦，还想到别人痛苦，你要想要解决别人痛苦的话，那叫大乘，那叫四弘誓愿。有没有听过这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就是，其实他们是四圣谛，两个通是四圣谛，四圣谛跟四弘誓愿本来就是四圣谛。当你的心里想到还有其他众生在受苦，我要解决他的痛苦，这个四圣谛就改个名称叫做四弘誓愿。那这是给您一些佛教名称希望你未来假如有接触到佛教比较的里面的东西啊。好，那我们的维摩诘经里面讲到一个过程，这个成佛的过程里面，你很重要是你心里要自己清净啊，你内心里面的烦恼，我们的无明就是对这个世间错误认识，我们的烦恼，我们对这个世间的喜欢不喜欢，我们去净化它，我们净化它的话，净化到一个阶段，我们就要想到就要下一部分就是净化其他众生。那在净化这个其他众生之后，就要从这个众生一起合作，就能改变这个世界，好吗？要改变这个世界，讲改变这个世界，因为大环境讲改变了，这个局势、这个趋势、这个气风气讲改变了，是通过集体的合作去改变这个气候气氛的嘛？对。比如1978年前跟1978年后，想法一样吗？中国人的想法？差别挺大。没有，为什么？因为有改革开放这个想法。那从一个人的一代带领一群人去改变这个想法，那开始改变自己想法、思维模式、行为，开始开放，开始接受别的东西。跟1978年之前他们封闭自己，以为自己很强，把自己关起来。一个模式，后面1978年后开放，改革开放，学习，人家好了，我们去学。我们要摸石过河嘛，过河摸石，摸着石头过河。82年以后，1978年，八二年，七八年是邓小平开始，推翻了真正82年改革开放，七八年开始，他那种正式可能是82年了，但是那种文件啊，三中全会一般讲的是指，就是国乱反正时期。78年反正有个开始了，就是在78年开始，开始有接触别的东西，开放去认识啊，了解嘛。好，那菩萨道成佛的这个道路呢，一定要有帮忙其他众生，改变其他众生的想法做法，然后改变了这些人，再带领这些众生去改变这个环境，那最后才能成佛。因为一个领导假如没有群众的话，那是领导吗？因为佛就是领导，那菩萨就是要成佛，佛
佛就是成为领导的话，一个领导没有群众的话，是不是领导？孤家寡人。那不是领导。Leader 领导就是有群众。当你没有群众的话，不是 leader。所以菩萨道成佛，佛就是 leader， 就是领导。假如他没有众生的话，他不是领导，所以他不是佛，他是阿罗汉，必知佛。他不是佛，一个佛三藐三菩提的佛，好，正人正觉的佛是一定是有群众，所以他在修行过程中，他一定要累积这些群众，带领这群众跟他一起去改变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啊，这个宇宙，啊，改变这个气氛、想法，那才能成佛。所以在很多般若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菩萨不能舍弃众生，所以他要有那个让众生来跟他一起去改变这个社会。那我们假如用现代例子，我们有没有喜欢 NBA 的人？喜欢篮球的人？有啊。那我们呢，知道 Michael Jordan 嘛？哦，乔丹嘛？我们知道那个Kobe Bryant 嘛？啊，Kobe Bryant 知道吗？哦，我们知道这个 Philip Jackson 啊，知道吗？认不认识？Philip Jackson 他是佛教出来的，他是用禅的想法来带领他的球队，他单单一个人，他带领了两个球队，芝加哥公牛 Chicago Blue 跟Los Angeles Lakers 洛杉矶湖人队赢了很多次那个总冠军 NBA 的总冠军啊，所以我们讲。用这些例子来比喻什么？罗汉道、阿罗汉道跟菩萨道、成佛、佛道是不一样的。你是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他带不了他的队，他后来成立一个队，叫华盛顿误人队。可是那队拿不到 NBA， 他本身他能带和几个朋友、几个队员一起合作能。赢到 NBA， 可是他当他自己当老板的时候，他的队没法拿到 NBA 的总冠军。然后那个 Kobe Bryant 他也没有办法，当没有那个这个 Philip Jackson 的时候，这个他的无人队也没有办法拿到 NBA 的总冠军啊。今年就没拿到，哦，去年今年就没拿到。所以说你是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因为一个 coach 一个教练的话，他不单单只是他会打球的，是他已经也是篮球队的球员来的，哦，可是他要懂得讲用人家讲布局嘛，战术嘛，讲去打一个球赛 ，coach 就是要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人。怎么调去什么人，怎样去改变布局嘛，战局。可是你是 player， 你只是一个球员的话，你不用去考虑这个东西，你只要把野球运到想打，你会那个技术，想把球运上去就好了。所以不一样的角度，一个是战术家，一个是战略家。一个只是士兵耶，士兵打战，一个是将军去布整的局面嘛。你士兵只要冲锋陷阵就好。你很会打战，你很会打那个篮球咯，你只是一个 player， 只是赢这个投的球而已。可是我是一个 coach 的话，我要训练你，你的专才在哪里，你的缺点在哪里，我要训练，我要减少你的缺点，我要增加你的强处，我要增加你的强项，我要增强你某一项的强项，我要增加你更多的强项，更多的 skill， 对技术。我要减少你的缺点，这是 coach 要做的事，一个教练要做的事。所以跟菩萨道一样，跟成佛一样，佛就是要训练每个众生他的能力出来，他的减少他的烦恼，减少他的无明，哦，增加他的那个善法，增加了那个觉悟的能力，啊，增加了其他的种种的增加善的能力，开悟的方法，这些要学。教他，
那阿拉汉阿拉汉道不一样，他只要其实绝对自己的烦恼，最多他只是教一两个，可是他没有教整全部的人。那佛不一样，佛就是要就像 coach 一样，他是整个队的，整队就是五六个、七八个这样，或者啊足球就11个人、12个人这样去怎样去分配这个人，怎样去训练这些人，不一样。所以他们的能力跟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训练一个 player 的训练跟训练一个 coach 的训练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的 talent 跟 skill， 他们的他们的所以 talent 就是资质，还有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训练方式也不一样的，所以菩萨道跟阿罗汉道的训练会不一样，他们重点不一样。那阿罗汉只要静心，清净他自己的心念，那你菩萨道不单只要清净自己的心，就是你要会打球，不一定你会投篮啊这些东西，你还会带人家，你要教人家静其他众生的心，你要训练其他人也会投篮啊，会打球啊，那要改变整个环境，你要整个组织。那个球队的组织啊，管理啊，这个环境嘛，这个大环境，这个环境嘛，你的球队的纪律啊，你的球队的文化啊，这些有所谓的组织文化，没听过 ，corporate culture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企业文化啊，企业文化，为什么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大环境啊，就是国土嘛，国土境，你怎样去设立一个 SOP 嘛，一个公司的 SOP 啊 ，procedure 啊 ，policy 啊，这些你怎样去设立嘛？这就是领导者的责任。你是 admin 的那个 manager， 你不用去管太多的。你是一个 CEO， 你是 president， 你是 GM， 你要去管整个公司的文化，整个公司的 policy， 请人的 policy， fire 人的 policy。钱的 policy 什么东西要去想的吗？这是整个公司的文化你要去做的吗？所以佛也一样啊，佛就是要设立出家人制度啊，怎样出家，怎样什么人可以出家，什么人不可以出家啊出家什么过程啊，那怎样训练啊，那他师父跟师父几年啊，那打坐什么方式打坐啊，什么方法可以教学啊，什么方式可以开悟啊，这是佛要教这些阿罗汉再传下去的啊。那佛灭后，所以这些人不敢动那个制度，那个戒律制度啊，出家制度不敢改嘛，因为没有人不敢自认智慧比他高啊，那也不一定别人肯听你的话，所以不敢改。所以佛的脚步就是要整个制度建立起来啊，佛教制度建立起来啊，教育制度、出家训练、培育出家人制度，这些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佛的训练，菩萨训练是这样。那佛教的好处是说缘起是说我们不一定是固定是好坏人，我们不一定是固定是好人，我们是可以从不好人转变成好人。比如刚才有人问莲花的意思嘛，你怎样从污泥里面怎样去奋斗变成一个莲花清净的东西，就是一直不断的去酝酿学习改变，最终变成清净出来。那我们金刚经在英文的翻译叫钻石 Diamond Sutra， 因为金刚在古代是最强硬的东西，那 Diamond 在西方里面是最强硬的东西，所以他的意思本来是说这个智慧是最强硬的，能砍掉所有一切障碍一切烦恼，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其实他这个金刚经就是汉译本啊，他就译成金刚经就是顺着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啊。其实在梵文里面它叫能断金刚，就是说波略的智慧是连金刚这样硬的东西它都能够断的，因为世界上最硬的就是钻石嘛。它真正的意思是说波略这个智慧是连钻石都能够切断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习惯也就是一直因为那个是唯识中的角度，
你假如是中观的角度，就是说你这个智慧好像钻石一样锋利，好像金刚那样锋利，能砍断世间一切东西。那唯识角度是说，连那个烦恼就像金刚那么强硬的话，那么金刚那么强硬的话，它都能破坏掉。它是两个角度啊，因为你讲的是玄奘义的版。那我们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钻石跟碳或者石灰啊、石墨，它们差别在哪里？差别啊？有哪里能跟钻石？对对对对，因为它们其实都是 carbon 嘛，碳，它们是 carbon， 因为有压力的关系，不同压力，它不单单一种压力，它生成它。钻石是在深层压了几百万年后，再到浅层一点再压，所以它两次压力压的关系，所以那个 carbon 的结构改变了，那个，所以我们的碳不再变成碳，变成钻石，所以我们这个菩萨道一样，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从一个凡夫这样千锤百炼这样高压的训练的话。就会变成佛，啊，所以金刚有这个意思，有个好处。我们那金刚里面在佛经《大智度论》或者《般若经》里面讲，重视是说你不单单智慧，你的智慧很厉害，还有你的慈悲心。所以慈悲智慧啊，在佛教的譬喻叫翅膀，鸟的翅膀，你不单只有一个翅膀，你单单一个翅膀那个鸟也不能飞，鸟的翅膀要两只，两边。这样拍它才能飞，所以你这个菩萨道里面要训练智慧与慈悲啊，那你两个是融在一起的，刚开始好像两个是 不搭的，那其实是搭的，因为从缘起，刚才我们谈到缘起嘛，你当你看到缘起的话，我跟你的快乐是有关联的，这是智慧才看得到，当你看到这个联系之后，你起到一个慈悲心，你说我也要让你快乐，我也要快乐，你也要快乐，我让你快乐哦，这个叫慈悲心出现，所以慈悲能增长你的智慧，能增长你慈悲，慈悲也能增长你的智慧，因为你想解决对方的困难的话，你就会产生智慧。哦，你越想要解决众生的问题的话，你就越需要越多智慧，哦，去解决他的问题，因为每个人习惯、想法、做法、性格，有强处弱点，那你怎样去帮忙他，而且他可能的遭遇有不同遭遇，你怎样去帮忙他？你这个要有很多智慧，也要很多慈悲，因为你要去突破的话，这个有时候很痛苦的，要忍耐啊，要怎样，要千辛万苦的，所以这个要慈悲心，所以这个帮助人家去增长自己慈悲跟智慧。所以从缘起角度来讲，你帮助别人就帮助自己，你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啊，对对对啊，比如我们要喷那个杀虫剂，其实我们在毒死那个虫的话，我们在毒就毒自己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中癌症的几率高很多嘛？真的吗？我们毒药来嘛，我们的杀虫剂在第四阶段是什么来的？用来那个，我们放那个德军放那个杀人毒气，戒指器就是那些来的，我们的杀虫剂就是那些东西的，我们放太多在某个环境，其实在杀自己啊，就会污染环境。哎呦，对对嘛，你在杀它就等于杀自己嘛，你在破坏环境就破坏自己，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环境嘛，当你破坏这环境，你在吸的空气不是那个这些吗？你喷很多。那希望那些蟑螂蚂蚁全部死了光光，那你活在那个空间，你没有吸那个氧气吗？你也在吸嘛，最后我们中癌症人几率很高嘛，不是吗？那不喷怎么办？又不咬你怎么办？所以尽量避免，不要喷吗？你怎样避免它咬你的东西啊？有些东西可以避免的，你怎样设计你的东西不被咬啊？不被它吃啊！你有很多蚊子，怎么避免啊？你避免啊，你可以做纱窗啊。新加坡没有这个习惯。那习惯是人家想出来的啊。哦，所以你愿意
没有，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哦。你喷很多很多杀虫剂是害死自己吗？你喷很多是害自己吗？所以你愿意被得癌症吗？你喷越多得癌症几率越高嘛，所以你要问自己，你要得癌症吗？这个是你自己要答的，不是我答的，我不用答你的，这是你的家里，你的健康。这个已经跟社会不允许生产这个东西。哦，那不可能是哈、哦，那都不可能。那个不用谈了，那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选择的问题，是我选择喷多少的问题，我选择将避免喷的问题，这是自己的选择，自己要做主，不能赖别人说生产公司，你不要生产就没事了，这不是问题。是自己在用的问题，你用多少，你用的时间多少次，你喷多少次，你怎样避免喷，你有没有做那错事？还是给喷啊？我没有说什么，选择在你哦。其实选择权在你嘛，就算我说不能喷，你选择权在你嘛，你还是在喷嘛，你在家里还是喷嘛，是不是？选择权在你。社会你知道，就是社会我不愿意你生产这个东西、啊这不是。你可以发明别的东西，但你不能生产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讲的什么在于那讲别人的个人，这是个人你个人选择的问题，个人选择嘛。我你回家是你的世界，我时间嘛不关我的事了。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让你去思考而已嘛。我只问你，你喷的越多，是不是得癌症的几率？越高，它后面有个问题。其实现在好像有很多那种纯天然的产品是没有那种有毒物质的，但是它能够发出一些气味哈，什么人类闻不到，可是昆虫闻的都全部跑掉。对对对，还有一些声音啊。或者说回来，樟脑油在台湾有一些用樟脑油，它根本不用杀，它就跑掉了。或者是中药。有些衣物刻衣物了，好像以前。肝崩里有蛇啊，他们就拿雄黄嘛。就你有雄黄的话，那雄黄不污染环境吗？也是污染吗？它至少它是自然物啊，它自然物的话，它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去这个，它是属于自然矿物了，比较好一点。因为现在人类很多事，它创造出的一些并不是大，比方一些化合物一些。它没有办法分解，它没有办法分解，因为它不是自然的，因为自然矿物它可以自己，它可以分解的东西比较好一点，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还是大量用还是有问题，好吗？哦，所以你纱度的问题，纱窗可以做的、啊，这是可以做的、啊，只是不想做。所以问题就是说，社会的控制很重要。没有这个可以选择，没有我的房子，个人的问题。我的房子我可以。没有，其实这是一个社会选的问题和个人选的问题。对啊。即使是社会一个选的问题，也可以这样。当更很多的个人去选择这个行动的时候，就变成社会的选择了。对呀、啊，所以就是本来就是这样。没有这个里边这个社会、啊。我们这个课这里讲的主题就是说，当我们个人改变群体。慢慢的变成一个群体的话，就应改变这个环境。我们现在通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不是我的错，不是你的错，是社会的错。对，全部都是别人的错、啊。那问题就是说，社会就是大家的错嘛。如果不是没有我跟你，怎么来的社会呢？啊，所以通常我们一个习惯就认为这些与我无关，都是人家的事。对，所以都不是我的错，是人家的错。所以这所谓的社会就变成那天我们讲的他者。这实质上就是你我他了，就是我们选择的嘛，我们选择什么而造成这个东西，集体，当我们选择后变成一个很多数的话，一个集体的话，一个多数的话，就会产生一个大变化，所谓的混沌理论，所谓的骨牌效应，就是这样出现的嘛，对，连锁反应嘛。就举一个例子，我个人的一个分享，我30年来。都没有用杀虫剂，对啊，那我现在还坐着这儿，对啊，没事的啊。所以个人的责任不能全部推给社会了，对，也不能推给那个生产商，哎，你去买，你去百货公司是你买的，不是生产商要强迫你买的啊，你买不买是自己决定的、啊，对，自己决定啊，我不能怪他、啊，他生产是他的事啊，可是买不买是我的事啊，用不用是我的事啊，我怎么能怪他、啊？会有一个怪现象就是。以前我家里面有蚊子，我没有用杀虫剂之后没有蚊子，是在于说你怎么样去处理你的环境。对，这个很大关系是你的环境的干净。当你环境不干净的话，你喷太多也是一样啊。
这个方法你要好好总结出一本书，就真的太好了，真的，我真的是，我是经常会做的，也会在用电脑，环境要干净，一蚊子咬，知道要整齐，储藏物要储藏的好，要分类储藏，有些储藏方式要设计特别好，对，你去做的嘛，做得到的，这不是大问题啊，这不是很。所以 rocket science 再不来我只能这么想，大概是你前世跟蚊子有仇了。那没准是这个肉长得就招蚊子，你忘了，可能是恰恰不是你一个我也招对呀，那你就在这里说一次，蚊子就喜欢这些。好，很重要，那个所以教一个方法，你家里多养几只青蛙肯定就没问题。这个太现实了，这个成了养青蛙专业户了，那个成了副业了，可以。所以现在就可以讨论了，你该喝咖啡了。嗯，对呀、啊，因为有些人种那些树、那些植物是可以吃蚊子的，你知道吗？种什么植物？猪笼对，在那个沙巴沙拉瓦有很出名的吗？那个，你不知道吗？其实啊，刚才谈到最后这一点啊，从佛教的角度讲，什么事情都得朝我去看，也就是说，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都不能推给大家，也有自己的责任，或者从这个地方自己的这自身去找一些原因。但客观上讲，双方面都有原因，因为一个方面，我们作为自身来说，不能造成一种产生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一边嫌蔬菜有问题，一边嫌别人的食物有问题，我们这边一边又是乱扔垃圾，又是乱拖团那事，对吧？就变成这样。但是从一个整体社会来讲，从政府也罢，从环保部门也罢，实际上大家也都在注意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最近到西安去有一些做一些项目，有一个人呢，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个蔬菜啊，蔬菜的生长过程中有病虫害，所以就需要打然后呢，生长过程需要化肥。如果上化肥的话，化学肥料的话，那么农药和化肥里边有很多的元素就会残留在它的果实里边。比如说我们吃的西红柿呀、黄瓜呀、辣椒呀，它有一定的残留物。那对这个残留物到底多少是安全的，多少是可以的，就是国际卫生组织也有个标准，各个国家也有标准。一般上来说，据说说是中国可能由于这个。药呀、化肥呀、四里多，蔬菜大部分都是超标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利于人们健康，对吧？那现在呢，有人研究一个中医吧，他把中医给人治病的这种机理，用来给这个植物来治病，给这个蔬菜来治病，所以研究出来一种类似于这个一个液体的东西了。这个液体的东西是从哪造的呢？就是。给配比中药呀，那些山上采的树叶呀、根呀这些玩意儿也是没有污染的。那弄出来这种液体，在植物的灌溉过程中滴在水里头，哎，这就使得这个蔬菜的生长过程中呢，就不需要农药了，对吧？然后呢，生长需要化肥吧，需要肥料吧，那么上肥呢，它用这个有机肥和农家肥，也不用化肥了。但这种蔬菜结果出来之后呢，经过国家进行检验，就检验那些什么敌敌畏啊、三六有六有六啊，还是那些其他的该检验的元素，所有检验出来都是无子，未检出找不着，那也就是说他们号称是无残留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企业界呀、科学界呀，实际上都是在大家都想到这一点，也都在这方面都积极努力。但是还没有把所有社会上的事情因为都做得那么干干净净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它这种一方面，就是说，其实我们这方面你就是要看，现在是比过去好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一般上，好了，一般上就是过去一般上就是把这个问题说农药啊、农副产的嘛，那农副生产嘛，跟我无关嘛。对不对？我顶多是消费嘛，然后他如果说这个超标的话，我就从另外一个不超标的地方买了。但问题是现在你找不到不超标了，所以有这种迫切感的话，
你自然要想方法去解决，所以你想这方法去解决，总能找出方法。当你一旦只有这种，比方提倡这种有，因为这也是美国人先搞出来的，美国人是最富有的，所以他种的东西最多的，所以这什么新世纪饮食啊，这都是美国人写出来的了。啊，这个美国人写出来也慢慢影响到台湾，影响到大陆，什么什么这样，所以他就自然会想出一些，因为过去贪方便嘛，反正有方法在那边，我就不用去想方法。但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总得想一个方法。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有一些东西说不定是咱们老祖宗本来就在那边的，因为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东西，自古以来都存在的。而那我们的祖祖辈辈以前也没听过说，我爸爸那时候是在用过什么农药嘛？那时候中国人口不是也是到了乾隆的是什么已经是四亿人口，那4亿人口要养活他们的，那时候没农药啊，也没听说有什么DDT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时候那些从土过的菜那些东西怎么能养活那么多呢？反而他们后来发现，你施了农药，你弄了化肥之后，啊，倒不是问题，倒不是在于这个对于那个菜的问题，而是破坏了的土地，那些土地受到这种污染之后，就像是那种经过原爆的，它再也没有那种我们讲地力啊，就是顶多这个土地也就很可能是再过，也许这段时间你因为施化肥拼命用，它可以产量很高，但是这个土地在过10多20年以后就是废土一片，你根本种不出东西来了。就是他们很多面对的就是这些可耕地，因为滥施肥的结果变成不可耕地，这个才是真正促使很多这些他们必须变成毒药，全部变毒了。对，地方在耕呢。这个问题谈到比较深入了，我就比较深刻，你知道吗？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看那个马来西亚那个种油树，啊，很多，你去都变成建筑了嘛，30年后就变成建筑了，为什么？不能再耕了嘛。啊，你去看，你坐那个巴士车上去，你看那什么新政，很多新政出现了嘛，以前都是什么种油树啊，种油树的，这些都是放多化学肥啊，化学农药啊，这些不能种了，30年后就不能种了，就要砍了。那印尼的烧巴法是正确的，应该烧巴法、不对啊，本来就不对的嘛，本来就应该开发了，他们只想到暂时利益嘛。因为他们开了开发后种30年，30年后就不能种了。从自然的角度来讲，把它烧掉是好的，为了你烧了以后那个秸秆变成了灰留在地底下，它是种自然的肥料啊。没有，可是它开新的地啊，这个角度是对的，但是你这如果说烧的太多了，这个空气污染，然后引起其他的山林大火，这不可不对吧？它是很多是那种那个过度的啊。不，我个人觉得我们都在谈雕，我们都在谈雕，没有谈本。那你认为本是怎么样的？贪心嘛。因为你要看，贪心嘛。因为我们的贪念。对，你要贪心。我们要赚多一点钱。对。我要快一点，可以把那个菜种出来。这个就是这个观念的造成今天这个问题。对。假如说我们不要贪，农夫为什么要用农药？今天我到菜市场能买一斤菜，不要哇有20斤菜给我选一斤，这个观念就是造成今天这个场。而贪心嘛，另外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者生产者全部都是在贪。那个没有喷农药的那个菜烂嘛，有这么多洞的，不要买，你就选，你就要希望它不喷农药嘛，对。我喷农药就没有动嘛。那我问你，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不没有这个贪念之心？最主要就是说，你个人你要先踏出那一步，不要等别人去做。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你到菜市场去看，超市你看，很多菜在那边，他翻，何必要翻呢？要选最好的、啊。选最好，怎么去选呢？选下面哦。第三个没有一样菜是好的。
就好像选的最好的嘛，为好像我小时候老人家说那个西瓜不能经过三个人的手，你看现在每个叭叭叭打什么打，这个是不会买西瓜的人才会在那边敲的。好像我小时候我买皮带哪里用去敲，一拿起来它那个感觉，只要是糖心的话它有一个抖的感觉在里面，不必去敲的。我看那些人买皮带敲敲敲敲敲的来蛋都破掉了，那些人不懂啊。好了，十个蛋给你敲几个，那个是不浪费，这个是报应啊。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报应啊。所以他这种一般的也是啊，有的你的消费者的行为也就是决定了你的就互为因果啦，对啊，这样的影响。比方说有时你我们老是嫌人家的东西太贵或者钱选择不多，然后他要弄得更便宜一点你才愿意买，结果要便宜他就要量化生产咯。对啊，量化生产的结果就是一定是有效率但是没有品质啊，这肯定的。如果说他一个人的，假定他一个人能干的一天只能种一亩菜，我打个比方啊，他一个人一天种一亩菜，他一个人照顾他一个人，然后他卖掉那些绝对是这个有保障的。但你如果说要很多的话，他可能就随便找几个那种这种曼嘎拉啊，外劳啊，还是什么，这么随便去弄一下，然后最后就在每一个田里面抽出两三个过来看，好抽样嘛，叫抽样调查嘛，就每一个田里面抽出四根菜这样看，哎，可以了，不可能说四个菜园的菜他每个都打来看了，不可能，所以就放明的这种就是抽样调查嘛。结果抽样调查刚好你很倒霉就吃到那个是抽样调查以外的，你就出事了嘛。但是这个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种心理，你这个市场提供多样的选择，人们挑选是很自然的过程，那是证明人在追求生活的一种质量。你这不是说质量的问题，而是现在这个生产它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它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啊，它发展的这个过程变成它强迫你去接受很多额外的东西，很多都是通过我举个例，我们还是说那个杀虫剂的这个例子好了，我敢肯定那个 NTUC 里面卖的这个杀虫剂是远远超过那一地方那一户的那一市场的需求的。为什么呢？他一定要生产然后打广告，然后就是说吸引你说他的这个有多么好啊，比别人的多么强，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但有了这样的消费心理，然后很多都是你自己去选了嘛，就是说人家演戏你看戏啊，然后你也卷入里面就变成一个角色了，很多是这样的啊。因为你看了他接下来这个票房，他更愿意演了，你愿意上当，他为什么乐此不疲嘛？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消费者跟生产者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是这样。结果到最后，如果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就来了。结果就裁员啊，怎么弄就来了。你现在回到那个争论的原点，还是说杀虫剂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打个比方啊。我明白，就是说这个杀虫剂，就是说你不要生产这个东西，因为对环境有害，对人体有害。你可以用别的对人体没有害，或者尽量减轻对人体危害、对环境污染的另外的办法。其实别的办法是有，不知道为什么杀虫剂最普及。其实其他灭蝇的灭蚊子苍蝇的话还有，因为很简单的原因是价格问题啊。因为当你的市场一旦形成啊，很多人认为要干掉蚊子只有 X 牌杀虫剂，不是 X 牌也要 Y 牌杀虫剂的时候，很明显的他会去那个架子上看啊， X 牌杀虫剂比方说2.9啊， Y 牌杀虫剂2.7，
折扣的时候打折的时候 X 牌就变成两块六毛半，你就整天在either是 X or Y 这么做选择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拿出一个 Z 牌的说这个是啊、有机的或者什么，这个不会造成污染的，但他卖五块钱，你买那个？我看你决定还是去选那个这个 X 牌 Y 牌嘛。但你如果有那个觉悟，你认为我要选择这个 Z 牌的话，你买的人多起来了，那 X 跟 Y 的肯定完蛋，肯定没人买。关键是在这里嘛，因为这又回到一个问题，你很多量化生产的结果就会它便宜，但它的质量也就是那样。但如果有人现在决定了它可以，好像说比方说刚才那位仁兄讲的用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用这样的无污染的，假定啊，这种一方面它先推出市场的时候肯定没有多少这个人知道吧，然后再加上如果这些东西又是天然的话，你现在要去找天然的东西，你知道那个价格有多高吗？我就举个例子，比方这么说，你现在去找一个天然的榴莲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施过农药的，信吗？除非你自己种了，不然你很难找到。榴莲，不劳命，对啊，榴莲啊。对，我说你要找一个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你要找一个没有施过农药的榴莲，这些榴莲都打过农药的，不然你以为啊？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我就不大清楚了。过去榴莲是一年几季？过去我们那个时代榴莲我们一年能吃到几次？所以那个时候才有当的沙龙村榴莲啊。现在是一年四季你到芽龙都有榴莲了、啊、那个是保存的问题吧，不一定是生产多了，不是啊，不是我觉得它是不是有种保存的方法，不是，这个是接触的问题，你没有见过这棵榴莲树周围就是围那么多那个化肥在那边留一个圈、哦、对，我你没见过、哎、树根下面都是化肥、不是它的围在旁边，不过这样我 个人觉得了，我们谈什么都是假的，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开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现在我们是开启那个恶性的循环，对，那我们个人必须要自己先做，而不是等别人做，这个叫消费者觉悟，对，尤其是觉醒嘛，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老是等你来做，你做给我看，没有做到最后的话，大家等死。这个在消费者的历史里面，哎，有人选择过啊。对。你说这个问题的根本，那就是还是要教育。问题是怎么教育？就是从我做起，怎么教育人？从我做起，不是还得靠教育？我们不要先要求别人，自己先问自己有没有做。最重要这个。给你怎么要求每一个人去问自己，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如果你有这个觉悟，你是可以这样做，这个，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不是，那这是别人的事情，自己有没有先做？啊，比如说每一个病都是重要的。抽烟的问题啊，哎，抽烟的问题啊，每一个别人都是抽烟的问题啊。以前30年前、40年前很普遍的，啊，可是当人们开始有个运动，开始要缩小那个抽烟人的活动范围，所以这个在全球性已经产生一个运动了，对。那能，尤其新加坡，你能抽烟的地方很小。这个是为什么会出现？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在很多国家发起这个运动，那推动，影响了法律，影响了领导人，影响了消费者，影响了那个媒体，然后产生一种集体的力量，所以变成这个能抽烟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就是人抽烟抽少了，这个集体的力量。我已经跟你一个实例了，这个东西可以做的，做得到，已经做到了。集体的力量还有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用的塑胶袋，就是，我们用塑胶袋嘛。有些国家是要收钱的，你去拿那个塑胶袋，你用塑胶袋是要给钱的。他就在不鼓励你用消那个塑胶袋，希望你少用塑胶袋啊，懂吗？所以是有那个活，这种是有很多人在做这种类似这种的这种改变人的行为的方式啊，比如我们的
我们的环保，我们recycle reuse 什么啊三个 R 了嘛，对 recycle reduce reuse and reduce， 对，我们减少使用它，我们比如不用塑胶袋，我们不用买那个东西，我们少用它，它就减少，我们假如用它，我们要去把它循回再使用，我们再 recycle 它，所以这个是有在做的啊。这有在改变，有多少人在做？怎么把这个关系？没有没有，这个已经有的，这个不用争了，这个已经成。我知道是比如新加坡的，我们的以前我们的 HDB 说一定不能做一个另外一个那个一个我们那个垃圾槽嘛，我们说成本很高啊。现在会谈到我们的 HDB 要建一个 recycle 的槽嘛？对，为什么本来就应该可以做的嘛？对啊，只是那些人只是想到成本的问题，只是想到钱的问题，只是想到自己方便自己的问题，他没有想到这个环境改变环境，想帮忙这个环境的问题、啊。只是从一个垃圾桶改到三个，想的话，你就可以做到一个 recycle 的槽出来了。对，不说做不到，不是很大的问题，也不是很 rocket science 吗？不是很要找火箭的科学高科技的问题，这是很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不愿意做，只是想到钱的问题啊。啊，比如我们的 MRT 以前那个 MRT 那个房掉下去的那个栏呢、啊，那整天想到成本的问题啊。啊，基本上、就是。他没有算到你有交通意外，有人掉下去撞到了，那整个 MRT 停下来那个成本更高啊。其实。所以他算账不会算了、啊，其实我们的。对啊。对，他只是算短，不要上灯啊。嗯、我们那个 upgrading 啊，我们那个政府逐步的那个什么 upgrading 啊。有时你充其量他，我是认为他是在故意制造一个机会给建筑业啦，制造一个建筑会给建筑业有工作。但有时我就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你好搞不搞，搞得他是没什么用的阳台干什么？你如果说把这个东西拿去做电梯还有道理啦，你如果可以把他这个东西拿去做那个。三个槽的垃圾桶啊，对啊，或者是怎么这种你更减少很多问题啊。他去做那个阳台，我就觉得这都不懂有什么用。没有，现在这些大的问题不用讲，就是很小的问题，刚才你讲到了。我另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就一个东西到现在，虽然我是天天看报纸，天天什么，我都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新加坡一个最典型的互相推卸责任。就是什么青少年的什么道德教育问题，家长就推给学校，学校老师又推回给家长，然后最后又全部推给警察。警察，这个问题是很怪嘛？因为过去这个问题是大家都知道，你读过《三字经》的都知道嘛。这养不教是谁之过？是父之过嘛？这个当然现在也包括父母了。教不严是什么师之惰嘛，谁都有责任的嘛。那问题是现在是你家长就说哦，孩子出了问题就是老师的错，你学校没有教这个道德教育了。然后接下来很多人又开始讲，又扯把道德教育跟什么华文教育又扯上边了，又讲什么这个中华文化传统有多么多么的好啊，就是因为没有讲这个教了这个华文，所以就没有道德教育了。这很多离题太远嘛。关键就是你这个孩子有时你自己家庭教育，你家长不以身作则，这个方面你先出了问题。然后到了学校里面，这个老师也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你是教师，你知道吗？现在学校压根就变成了一个竞赛场，这样，就是说把这个学校当成是，好像这间学校跟那间学校比赛，哪一个多金牌拿得多。像学校跟一个企业一样的，学校不是对学生啊没有品德教育，其实非常重视，你知道？问题就是你听不听，没有办法改变。问题在这里，他从小养成这个习惯了。你要说过去，你要说啊，可以，所以老师可以打，不用打得太厉害，轻一点。我觉得也不至于是这样，知道？所以是政府的问题，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不是，其实这个我个人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越来越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对，我刚才说那个再循环的问题，我在香港，我觉得我自己身为新加坡人很丢脸。为什么呢？他们的塑料罐
那个金属罐，那个汽水罐，不是直接里面，我们在新加坡还有残留的，他们没有的，倒到干干净净才放进去的。只要家里面拿到楼下去那个再循环箱冲洗过才放下去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到呢？我们先不要问别人，问自己有没有做到，有没有一个惭愧感。我觉得我们应该说下定决心要开启一个良性的循环，不要把责任推给任何人。我觉得这个都是自发性的要去改变。你们讲的是个结果，那就慢慢不是不是结果，这个方法，这个是不是结果，这个是源头来的。我知道，假如每一个人都做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良性循环怎么能够推动起来？用什么方法？不要自己，不要问，不要问自己有没有做到。所以问题就是说，对你来说可能是个修养很好的人，你懂得反思。不要，没有，不要，没有，你不能对任何人要求这样。但是我很理解，我也同意你的方，我也同意你的做法。但是问题怎么让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个关键。说你走去，我觉得是自己。比方说你不做的话，比方说永远。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啊，一开始就是想一下子把自己当成佛了，懂吗？一下子说哇，要让每个人，你没那个能耐，连释迦牟尼佛都没有那个能耐，把我们这个宇宙的每一个人，他度的众生，不是宇宙，没多数这个香港可以做的，新加坡也可以做的，问题怎么做？你现在我不要说你每一个人，我的意思就是很简单，你不要说你是一个教师，对吧？你不管你那个学校其他班吧。你先负责你那一班吧，你那班的那些太坏的学生，我们把它翻一篇吧。你就说先几个能纠正的那几个人吧，你总有这么一点能耐吧。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看你的能耐，你如果有那样的能耐跟技巧，比方说我就打个例子，比方说你那个班里面假设有好多个几个坏学生都经常是坏的，你如果有办法把一两个当中的把他们导正过来，他们你就自然会成为一种风气跟蝴蝶效应的。对，这个很多的。但是你如果说一开始就认为说这个问题我做不来或者什么，我不能做，这种只有别人做啊，这种只是校长的事或那个是什么训练主任的事与我无关，那样的话就是你现在说这个正好回答了他的问题。对，他刚才那人说自己做，他说应该怎么去做的，告诉你，不是我三个人都没有回答。没有，你说的也不是我要的问题，不是。其实他说的问题不是我没有，我也做到了。你们三个人都没有回答，我也做到了。哎，你听我跟你说，你可以我也回答不了，但是我要说，陈志林啊，对啊，其实我为了说这个问题，我给你前面先讲一段引子，啊、好，然后最后再把这个问题引出来，啊，对不对？那位老兄，由于他到香港看到人家那么干净的把瓶子扔下去，他绝对把我们新加坡人都感觉到惭愧，对吧？好，我们今天听了他的了，他就是说。那咱们好从我做起，你又说让，比如说他是老师的话，让他那个班上几个学生让他做起，现在的根本问题还是他这个问题，谁让全社会的人都给我这么做，谁来让，是佛吗？是基督教吗？是政府吗？也就是说全社会得有一个标准，让人们去怎么做才认为达到个好的境界。好，这就又谈到了刚才的最根本的问题，标和本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从管理，今天下午是佛学文管理问题，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管理上最基本的判断人有一个人性恶和人性善，人性善的这个价值标准，对吧？也就是说 ，X 理论管理论。如果说我们认为人性都是恶的，我们制定了有关管理政策和各种各样的标准。就按照假设人性是恶的来标准，比如说你不能做什么，什么东西要做到什么程度。反过来讲，如果你的出发点假设是人性善的，本来他就应该去做好事，因此你的政策制定方面就不能以打板子那种角度，是引导的让他更做善事、更做好事的角度去做。人性是 Z， 好，不是 X and Y， 不。我从你让我从这儿往下讲，
那你现在说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华尔街哈、啊、这个声讨活动，你说那么多的银行家贪得无厌，拿那么高的薪水，好，当然你说最后结果说他要倒闭了，国家拿出了多少亿给他把他拯救了，而且把拿这些拯救他这个机构的那些钱他还要补发他去年和前年的 bonus， 一发又是几十万几百万，这么发是有点过分，但是这个行业的人的标准是远远高于社会标准，包括我们新加坡的银行，比如说年薪几十万几百万，我们那些大公司上市公司 CEO 300多万200多万，对不对？那你是说你是认为他本身贪得无厌呢，还是认为他就应该指这个标准？好，如果假如社会认为他是贪得无厌，按道理说不应该给他这么多的钱，给这么多的收入，但如果不给他这么多的收入他就不来干这个事儿，因此应该说是社会承认人家的价值就值这么多，我们老百姓一个月拿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的薪水，那人家一个月包括我们政府部长们一个月拿几十万或者几万，人家就值这个标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让全社会的人都不要贪得无厌，谁来做这件事情？英国明年要讨论在他的立法院、啊、那个国会里面要讨论要设立一些法令来管制这些 CEO 这些银行家领那么多钱。这是一个明年要讨论，你说对了。所以的能拿多少能拿多少他是空的，他没有定向，他不是决定的肯定的，他是因为会随着潮流变化所以这个标准没有标准的。我想说，所以我就说，就刚刚好，你也是回答了一点问题，就是说是国会来想制定这个。为什么国会要制定？对吧？国会的力量在哪里来？从哪里来？对，人民啊，人民的声音出来了，要求国会这些所谓议员这个去做这个法令的讨论。它有一个问题，因为假如不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我这个老板，等一下，假如不做的，这会出现什么事情的话？没有，他的问题还没有，他话没有讲完呢。他的话讲完，我的他会发生什么？他讲的问题是回答我的问题，所以类似法国大革命，类似法国大革命，懂吗？法国大革命那个国王啊、皇后整天享受，人民在那边苦啊、大旱灾啊，人家欠收啊，他们在。哇，搞最新的 fashion 啊，最新的时尚，皇后在穿最新的衣服啊，不管人民啊，最后就是巴黎公社，人家被断头台去断他头、嗯。这个，假如你、这个、你这个这些，这英国国会不讨论这个法案的话，这个他会被推翻的，那个懂吗？那个他有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要怎么样让全，就是比如说这个垃圾的问题，如何让全新加坡人都。去环保的，我觉得这种就好像你一开始就讲了这个原题对吗？就是不是一个因素，是很多因素的对吗？对对对。所以任何一种东西要发生呢，都是很多因素。所以我们不能希望说一两个因素改变了、就可以让全是新加坡人哦都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讲我们个人能做的对吗？就是呢，先呢自己哦对吗？去做我们认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做对吗？我们先自己做，再去跟别人讲。我所谓心境之后，这个核心就在你这儿。改变这个社会，你知道了你怎么去会做，别人不知道他照样扔乱扔垃圾。改变这个，谁让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做？社会风气的话，这是核心问题。社会风气的话，所以有什么 NGO 的吗？NGO 的吗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政府机关、非盈利组织的出现，为什么？就是。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说，我们要改变这个大环境，我们改变全这些消费人的习惯，这些人的想法，所以产生 NGO， NPO 或者 non-profit NGO， 这些非营利组织，这些社会团体来组织起来来改变啊。比如台湾的例子来讲，台湾搞的最好的回收的组织是哪个组织的吗？这个哪个组织都不重要，没有是方法是什么？他们我觉得。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啊，对这个组织，他们成功了。我告诉你，他们自己解决一点点的皮毛问题，不能解决整个社会。没有，他就是改变了社会了。
他就是成功改变社会了。他怎么做的？他就是他的很更多人响应，他去推广文宣，这样鼓励那去做回收，把那些空瓶子拿回收，然后而且赚证明给人家，这是有利可图，所以刚很多人就去做这个环保事业，懂吗？所以中国其中一个大富翁是搞什么的，懂吗？其中一个大富翁到处给人捐钱的，对不对？没有，其中一个大富翁是搞什么？搞回收的，就是搞回收的，垃圾回收的企业多的是，对对对，其中一个大富翁就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让台湾那个组织到新加坡来做，所以说其实问题也就解决了，不是？啊，这个组织也去到马来西亚是搞回收啊，所谓新兴，所谓有啊，他在马来西亚成功啊。我可以这么说，因为真的。你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有机会的话，我是去过的。我20年前我去过台湾，20年后的今天台湾不一样了。我们看的台湾，你不要只是看到那些新闻上报道啊，什么立法院在打架。台湾其实是它这个社会相当文明的一个社会。它这文明的社会是从哪里来？不是靠国民党，不是靠民进党 ，NGO。就是靠这些民间的这些民间组织文化传统，不，也民间组织 NGO， 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一个人改变了一群人改变了全台湾，就是证严法师一个例子就够，我们别提别的，实际的证严法师他就是看了地上的一滩血，他说我们很多人吧，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医院如果看到一些老人家或者进不了医院的，最多也就写篇文章来骂骂政府，说你们不照顾这个老百姓啊，什么没有福利制度啊，如何如何。证严法师怎么做呢？他就发了一个愿，他没有去怪政府，他没有什么，他看了一滩血，他也没有怪医生，他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要成立一家医院来照顾这些人家不收的我收，他就是发了这么一个愿，后来果然给他做了一家医院，还不止一家医院，好几家，给他做了一个整个资源，因为他的这样感召了很多人，感召了。现在你说这个慈济，因为受他的感召了，在全世界的上千万了、啊，慈济的义工是上千万的，遍布五洲四洋的，人口比新加坡还多啊。所以你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那个心，有那个愿，然后而且你有那个能耐跟毅力，你就能成为一个道德的楷模，成为一个典型。你成为一个典型，就是风景云从，很多人就会跟着你。对，很多个人跟着你的话，他们就会接着就会影响他们周围的人，他们的社区影响他们的什么。对，你说的很对，其实你说的观点和我一点都不，我非常同意。说到底还是教化、感化、教育，还是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教化、感化这个东西，首先一定要有一个人做起。对啊，你是作为 leader， 你是要。所以说的还是靠人来做起，要教育。但是关键就在于很这一点哦，有一些人是说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哎，我没有能力啊，还是请别人啊。我只找洁身自爱就好，这个就是阿罗汉道啊。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洁身自爱。所以那些最早做起的，你刚才说的只是少数人，问题这种人太少了，所以就需要还是需要教育，所以500罗汉只有一个佛啊，罗汉没有500个佛只有一个，所以就是讲，但我们讲的是说传递要有这样的价值观，你如果有这样的价值观了，你愿意有这种大乘菩萨的这种心去改变你的世界的话，你就不要要求说我做不到，而是说我要尽我的能力去做。所以至于做多做少，你能力大，你能像证严法师那样，你可以有1000万的眷属，但你如果说你能力较小，你可能只是影响到周围那个周围几个人，那也不错。实际上这种现象哈，平民百姓里边这种还有点素质的人大有人在，很多。那就是说，我们也只能
说负面的叫明哲保身了。对，比如说我不可能，我看到一个老人跌倒，我没法救，我发个愿，我没有他那么大本事，对，能整体扶到医院，对不对？在中国的话，你还不敢扶，你扶了以后儿女来赖上，你说你把他撞倒了。你还得给他养老送终，所以中国的本事要改立法，对对，要改变的法律。所以就是说，实际上现在还是现在这个社会现状啊。第一，政府号召；第二呢，这个慈善机构呀，这个各种社会宗教团体呀，等等来宣导这种所谓与人为善的思想。第三，作为个人来说，咱们自己知识到哪一步，哎，我们就做到哪一步。只有说人家那个样子，咱也心理上平安一点，也不要去考验人家。另外，咱也改变不了人家，对不对？你比如像，或者这位老兄说，咱看到台湾人家把那个空瓶水这个涮旧以后才扔下去，对吧？香港，那可能你今后你自己你认为，哎，你也应该把那个水涮一下扔下去，或者你还认为你只要把里边的饮料倒进不涮扔下去。就已经很先进了，你做到你自己就完了。所以我们至于说呢，别人不扔咱改变不了人家，因为咱不是政府，咱也不是法庭，法庭还没有这个法则。我们今天讲的是管理嘛，管理是要成为领导嘛，今天讲领导嘛，领导就是你有个愿景嘛，比如现在的名字叫愿景 vision 嘛，那佛教叫愿，你用你的愿去感动人家，你讲感动人家，你讲把你的理念去说服人家嘛，你把人家你的志同道合嘛，产生志同道合的现象，了解吗？你要组织起来，那你就要所谓的 NGO 出现，那你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就变成一个 NGO， 那个非盈利或者非政府机构，是，然后你就这能由这个组织能管理好的话，你去改变这个社会嘛，因为你有个 mission， 你有个目标嘛，你有个 vision， 你有个愿景。你有 follower， 你有群众嘛，你有群众，你有方法，有 strategy， 有方法去改变嘛。所以我们讲的是管理学嘛。所以你想改变这个环境，想改变这个社会，想改变别人，你就去你用你的说服力 soft power 嘛，你的软性力量嘛，你想感动人家，用你的智慧帮忙人家解决，感动人家，人家看到你这个未来的愿景很好很美，或者认为你这个很好。或者认为你这个梦太好了，我们要把这个社会变更好，或者说就会感动人家，对，那感动人家就改变这个社会啊。这个理论很好，或者说一个这个不是理论，这个本来已经有很多人在做的、啊、或者说一个很简单的，不是理论啊，很简单的就是我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好像说在刚才大概是15分钟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新加坡人跟香港人比起来这么烂，对不对？新加坡人怕输嘛，怕输嘛，对不对？所以因为他说了这样的东西，他把这个东西分享了，我们才知道了。如果我们觉得惭愧了，我们不要太多了哈，很可能我们这边的这些人当中，平常有这样的习惯的，可能以后因为听了这句话之后，我们下次稍微惭愧一点，你三思一下。他这个就已经影响到了，我们不用说什么，你有时只要是说把某个信息给传递出去，现在这种这种传递很方便啊，用 YouTube 啊，用 Facebook 啊，这个传出去了，用 email 就传出去了，你只要传多几个人，就大家反省啊，总有一两个改变，产生一种凝聚力量啊，你在 Facebook 产生一个 group 啊，就可以改变这个环境啊。不是可以吗？就是说，关键就是说很多都是这样做的、啊。愿不愿意做？为什么阿拉伯春天会出现，茉莉花事件会出现？就是有人家用 Facebook 去做啊，这个可以做的啊，很多人做到啊。为什么 Occupy Wall Street 会出现？就是有人用 Facebook 啊，用 Twitter 啊、去做的啊，为什么做不到？就很多人做到了，为什么没有做到？怎么一直在否定能做到？是你愿不愿意做？你有没有策略去做？有没有方法去做？你问自己有没有训练自己，自己没有的话就把它训练起来，这是要问自己、ask what you can do for not what the state can do for you、这个林峰教授，你刚才那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问自己自己训练到什么，自己程度到哪里，那缺的地方把它训练起来，那你把自己变成 leader 才带领这些群众去脱离这个黑暗的世界，找到光明，对，这才有意义，有积极嘛，
那一直在说我没有责任，不是我的问题，我好像很没有用啊，很懦弱，那一直困在这个思维里面，都一直不是我的问题，都不我不没有解决，那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那你有那个要很大的企图心要去解决问题，有那个很热忱的 passion 要去解决问题，那才能改变问题啊，改变那个问题啊，因为你要一个 leader 要有很大的 passion， 要有个 vision 才能去改变问题的。Leader 永远就是 follow 人家的 ，Leader 是 lead， 你要去带领的，你不能躲在后面的哦，什么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我躲这里，我那里，想不到了，我们做人家喽，哦 ，Leader 就是 lead， 因为你在最上面，很多 arrow 会射到你的，你要懂得十八般武艺去向面，可是你向的时候要去打人家打回去的，所以知己知彼嘛，要内圆其外圆，要知道。啊，我不够的，我不足的地方，我要去学。我不会领导人家，我不会带领群众，我不会感动人家，我学讲改动改变啊，感动人家，讲改变他的坏习惯。假如你是学生，你的学生讲改变他有什么兴趣，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讲吸引他的兴趣，想吸引他啊，让他有梦想，有他的未来，不参加那个帮派，讲成为好青年，讲不单单只是想赚钱哎。不单只要想名哎，然后除了钱以外，因为你有能力，自然名跟利就出现了，你不用整天想到钱的。你有那个虚拟的能力出来，你这个孩子就会成为 star， 就会成为明星了。你这样训练他，你这样给他正确观念，他就慢慢就会升起来了。你只要有那个品格，那个人有品格的话，你能包容人家，那自然那个小孩子长大就会变成 leader， 人家拥戴他，喜欢他，啊。那你这样训练你的学生，你自然你的学生就整个环境就改变啊。那你觉得自己不够能力，你就 alliance 成策略联盟，几个同学老师一起合作起来，想方法去改变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制度教学方法，去策略联盟，大家你不足我不足，我们一起合作改变这个班，可以的嘛，都有人做过的啊。刚才你那个说这些钱啊，这为什么有几百万？这很简单，因为过去的时候，他们把华尔街的指数可能从1000一直冲上2000呐、啊，所以大家的荷包都赚，我们就觉得可以给你那么多薪水嘛。对。但是这么一个金融海啸一来的话，每个人的荷包都大缩水，还到负债。你这样的话，你还有资格领那么多薪水啊？而且很简单的、啊，而且那个都是骗人的。他把那个次还贷，是的，他本来是债的，他把它包装成不是债，那分散给每个人，就是骗人的东西，是骗人的东西，骗到全世界人，那全世界人都亏了，把它投资在上面，那全世界人亏了，那他赚钱，他拿那个利润，可以吗？公平吗？不公平嘛，那全世界人都受苦啊，他自己赚钱啊，不可以啊。所以他知道那个公司一定倒的，他去好像国门赛标和本的问题，但本的问题是这种人不是一个人倒了，而是一批人，所以一群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以怎么办呢？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这边讨论怎么办的时候，别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的行动就是占领华尔街，然后占领华尔街，尽管他政府必须采取一个东西，但是他的影响已经在他这边了。我告诉你，最终他一些必定会这个连锁效应反应，有这个法律，这么英国已经开始在做。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看到下一次是占领白金汉宫，不是很简单嘛？因为这个问题啊，因为快要选举了，你只要这个东西一直在那边烧的话，而且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会影响到总统选举，所以现在选举差异严重。你的解决方法严大，把所有银行家抓起来，把他们排台规范。好，谢谢大家的出现。好，谢谢，谢谢。解决方法简单，把所有银行家抓起来，加强冲锋。关键来了，我的信，你的真相。谢谢你进入这个局。还相当精彩啊！怎么样？有火花就好，就怕死机。重要的社会问题。